各位台南乡亲大家好，我是这一次参选大台南东区市议员李奎典。奎典也是现任凤凰城国际青年商会2010年的会长。那凤凰城国际青年商会呢，也举办台南市历届的十大杰出儿童的表扬，举办得非常成功。那本人也是现任台南市振兴发展协会的常务理事。我的主轴政见意是建立社区全方位紧急预警监控网，以达到预防犯罪、落实人身安全的保障。我的主轴政见二是成立急难救助整合服务网，全力落实弱势族群照顾服务。那最主要的部分呢，我们针对弱势族群在申请急难救助的时候申请门槛过高，第二个就会遇到说我们申请的进度很慢。那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，我们在申请的这段时间的时候，我们集合公益团体的资源和人力来帮助他。奎典认为人民最大，因为大家已厌倦党派恶斗下，忘了民生经济发展，人民的声音不容被忽视，要结合大多数分辨是非而不分党派选民的力量，将人民的利益摆第一，人民的声音最大。新台南的改变迫使奎典做出为民争利的决定，因为改变就是力量，请投给改革新力量李奎典。谢谢。